这个我知道，是不是就是神乎其技、千变万化、鬼手神采、令人瞠目的、永远能给人带来幽默惊喜、激动快乐，并且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魔术呢？没错。 我听说我们的这位魔术师呀，来历成谜，身手成名，是个隐藏在江湖间的绝世高手。哦，是吗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书艺带来他的魔术秀 Enigma 谜艺术，大家欢迎！掌声欢迎书艺！吉祥如意，庆鼠年，欢天喜地过大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魔术师书艺。 今年过年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可能是不寻常的一年。肺炎疫情使得无数医护人员依然抗战在最前线，在这里为你们送上一朵白色的玫瑰花，献给我们最敬爱的白衣天使们。愿你们把关怀洒满人间。 好，书艺好，主持人好，哎，书艺啊，每年的魔术节目可都是咱们春晚里面大家最期待的节目了。你今年给我们大伙儿准备了什么精彩的魔术呢？那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用到魔术师最友好的道具——扑克牌，来一副没有开封的扑克牌，请你把它打开好吗？好，我来检查一下，确实是没有开封过的啊，朋友们，我现在来把它拆开。 在这里呢，我们还准备了两个红酒杯，把它放在这里，一会儿会用到它。好，这个扑克牌已经被我拆开了，是我自己亲手拆开的，没有问题。一副新的扑克牌往往呢会有两张广告牌，我们不需要用到它，以及翻到这边来会有两张鬼牌，不需要用到它。那么剩下的扑克牌呢就会按照顺序从 A 到 K 严格排好。 第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把黑桃的1到13，也就是 A 到 K 拿出来。我们顺序不去动它哦，把它放到这个红酒杯中。好，这样子，剩下三种花色，Gigi能帮我随便说一种吗？那我也要黑色的吧，选梅花。好，梅花。接下来我们把 A 到 K 的梅花牌拿出来。 但是这回不一样，请你把它洗乱好吗？好的。必须要用洗洁精。洗的够乱了是吧？那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Gigi洗出来的顺序是什么？8、5、3、9 ，Q、6，啊无所谓了，反正看起来是挺乱的样子。那。 最后一件事情需要继续帮我一下我。当我把手指从左边滑到右边的时候，随便喊好吗？啊，好的。行。这里，这张牌。对。梅花四，我们把梅花四反过来，放到原来的地方，顺序不去动它，把它放到这个杯子来。现在开始，魔术的部分来了。 红色的丝巾，你需要轻轻把红色丝巾在这个扑克牌上转一下，就会发现这里发生了变化。哎，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。哎，都是八，不仅是第一张哦，第二张，哎，第三张都一样吗？第四张，开玩笑吧。第五张，圈儿，第六张，六，全部都是一样。全部都是一样。哎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哎。 还记得刚才我们有一张特殊的牌吗？梅花四，这边是梅花四，这边是黑桃四。所有的牌全部一一对应，谢谢大家。手太神奇了！我再检查一下这牌，顺序没问题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这回试一点更加特殊的好吗？好呀。Brian 会玩魔方吗？会，我唱书中学课，常玩这个魔方。解得快吗？ 看老师讲的有没有意思了？哎，非常好，我也小时候也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我练就了一个独门绝技，就是在3秒以内解除这个魔法。那不可能，3秒钟解魔法。单手哦。
各位仔细看。单手。三，真是三秒不到哎。怎么做到的？检查一下是不是一个完美解除的魔方。它真的是一个完全复原了的魔方哎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来，这样子，我问一下 Gigi， 你会解魔方吗？我会打乱魔方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接下来要干什么的？现在请你把这个魔方打乱它好吗？好。好，来 ，Brian， 你也不要闲着，我们这边呢有另外一个魔方。好，现在呢，请你放到身后，把它继续打乱，好吗？我手要背到身后。对，好的，没问题，这事儿我也擅长。那这个够乱了吗？要不我们再多拧一下，让它变得更难一点。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，同时拿出来就好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也好了。好，好，那你拿出来吧。好。有什么玄机吗？这两个肯定完全不一样啊。这个魔方是 Gigi 拧来的，而这个魔方是 Brian 拧来的。对。那他们绝对不可能有一面是一样的。对，那不可能。但是。我们真的有一面，这面不是哎，这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哎。不仅第一面怎么做到的？不仅第一面，第二面，两面，第三面，三面，第四面，第五面全都是一样的，第六面全部完全一致。我们两个默契没到这种程度啊！怎么做到的？来，这个送给你做纪念，谢谢，送给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咱俩再研究一下吧。研究。